救命啊！干嘛不走啊？你有没有听见刚才有人在叫救命啊？没有啊，你听错了吧？走！救命啊！哎，你的朋友不走了？我肯定听到有人在叫救命。哎，那儿是不是有个人啊？我就说有人在叫救命嘛。哎，兄弟，没事吧？你拉着我干嘛？郝伟，那个人好像没有腿。快走啊！兄弟，你等等我！你跑什么？兄弟，我和你无冤无仇了，你不要害我！什么害你啊？我是想让你帮帮我，送我去医院。求求你了，我摔了一跤，腿好疼啊！你没事，你跑这地方来干嘛？我在我的土地里面放了一个稻草人。什么？那个是稻草人？吓死我了！快送我去医院啊！你在那里坐着干嘛？哦，谢谢你啊，你真是好人。不用感谢我，我是好人阿伟。那些古老传奇，我们生活经历，勇气和信仰。